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六十后退休生活阿喵啊。飞来湖公园就是位于清远市青城区和青新区的交界处，占地面积成200万平方米，湖面面积差不多占一半。公园就在2009年7月开始建造，是清远市最大的湿地公园。在公园其中一个入口就有一座清远鸡文化馆，在这里你可以了解清远鸡的起源和养殖的历史。館裏面擺放了以雞為主的瓷器、手工藝品和廚房用品。我們今天就由屋企踩單車來這個位置附近吃晏晝。我去片之前提一提大家，大家看完我的片之後，如果喜歡的呢就請點讚、訂閱和按個旁邊小鐘仔，幫忙看一些廣告。好，我們現在去片。我們沿著清和大道踩單車去飛來湖的時候，我們就聽到環街有鑼鼓聲，於是就踩入去看看。原來呢是有一間店鋪開張，請了一對醒獅隊來助興。再走埋啲睇下，原來開張嘅咧係一間豬肉鋪，一隻獅子咧就喺個爬架上邊咧爬到二樓高，就準備踩車。只獅子完全冇氣場啊，喺個爬架上面咧冇足五分鐘，又玩花式啦，又轉身啦，之後然後先至踩車。我以為佢爬出去添。最後呢，佢仲喺空中打開一張好大嘅旗幟，上面就寫住財源茂盛達三江。初時我以為隻獅子落咗嚟就收工啦，點知佢喺鋪頭前面呢又出現多一隻獅子喎，兩隻獅子一齊喺店門外面踩車。几个啰柚，我唔要跟个。两只狮子踩完青之后咧，就入咗铺头再助兴一番。出翻铺头咧，就喺门前再舞一大轮。开张嘅时候，请一队舞狮队嚟热闹一下，都几有排场嘅。但唔知道又要几多钱呢？新開張的豬肉真的很便宜，瘦肉都是13.8元一斤，還買豬肉送雞蛋。豬肉看來都很新鮮很漂亮，他們是標榜說不賣隔夜的豬肉的。趁完熱鬧之後，我們就繼續沿著清和大道踩單車去飛來湖。在飛來南路的入口斜對面就是這間餐廳吃晏酒。我們在美團看到這間店鋪它有兩個的套餐，一個呢就是吃順德魚生一魚多吃3至4人套餐118元，另一個呢就是藥膳乳鴿4至5人套餐就148元。我其實呢就很喜歡吃魚生的，在疫情前呢我曾經途經順德就吃過一次，至今呢我仍然是回味無窮，所以呢我們就選了這個3至4人套餐。它的魚生呢就是用一條4斤的瘦身環魚做，除了魚生還有椒鹽骨腩、魚頭、魚尾煲粥、魚腸煎蛋，還有一碟青菜。另外呢，這間店鋪有其他的菜式的，例如桑拿雞138元一隻，地膽頭、青頭鴨178元一隻，順德魚生就28元一斤，其他魚骨加工都不貴的，還有其他小菜，價錢都很實惠。15分鐘之後，一盤雪白的魚生就擺在我們面前了。哇，這個就是4斤環魚起出來的肉，魚肉很雪白，沒有一些紅色的血絲殘留在魚肉上面。接著呢，服務員就將吃魚生的配菜送上來。姐姐，你介紹給我，介紹一下給我們和怎樣吃。這是大葱、大葱、姜絲、姜絲，這些是洋葱、洋葱，這些是豉油、辣椒，這些是檸檬葉、檸檬葉、蒜頭片，中間呢，蘿蔔絲、蘿蔔絲，這些胡絲、胡絲，這些是芝麻，這個鹽的炒鍋，這個花生，這個花生怎樣吃法啊？將佢撈埋，撈埋你喜歡，譬如我夾啲蘿蔔嘅，咪撈啲蘿蔔，撈埋一齊，即係你喜歡。咁呢個係豉油，豉油，呢個生油，花生油，花生油，
咁你撈埋一齊嚟食。有啲你中意擠落呢度撈起撈起咁撈曬為止，發落自己五到四。哦，好。咁都好，係好，唔該曬。仲好食呢？好。撈一半都得啩？誒，撈一半咧？撈一半啦。佢俾每一樣嘅配料撈埋啲魚生一齊嚟食咧，係非常之夾嘅。好雪白，每樣都好雪白。佢加咗呢個檸檬葉咧，好香。同埋你頭先加咗鹽咧，嗰個魚味帶到佢嗰個鮮味出嚟。係咯，如果唔係嗰種糖。佢用好多角擺入去。好，哎，係啊，我中意呢個啊。我中意呢個。兩隻。係啊。係啊，加啲。大碟我哋啊。條。咁啊，加蒜頭。蒜頭。鮮味多啲。第二碗啊，加蒜頭，再加啲蒜頭落去。係啊，酸酸好好食啊！仲有咧，就係呢個胡絲。仲有呢個胡絲。個胡絲脆卜卜又香口，再加落去，好好味。同埋咧，呢一個檸檬葉，哇，好香！椒鹽骨腩炸到脆卜卜，外脆內嫩滑，味道就啱啱好，唔會太鹹。呢碟炒青菜咧係油麥菜嚟嘅，睇個樣咧就炒得比較肥咗啲。魚頭魚尾煲粥好大煲啊，攞出嚟嘅時候咧仲熱辣辣。裡面有好多料，仲加咗啲生菜，食嘅時候真係要小心啲骨啊！呢一個粥真係好鮮甜，好好味啊！呢碗我已經係第三碗啦，裡面有好多魚，呢一個咧就係魚餃，係我最中意食嘅。喺香港，我會專登去佐敦道一間專門食魚粥嘅鋪頭食粥，但呢一間鋪頭嘅粥就越賣越貴，而家一碗粥都要五六十蚊啊！個套餐嘅魚生好多，我哋兩個人根本就食唔曬，所以咧，我哋首先將啲魚生擺喺個碗裏邊，然後再加啲粥入去。因為啲粥咧仲係好熱啊，所以啲魚生好快已經係浸熟咗啦。啲魚肉好滑，碗粥咧就更加鮮甜啊！哇，真係又有一個偶然遇上的驚喜，係啦。頭先咧又攞個碟仔嚟咧，然後跟住又俾一啲魚皮我哋啊，因為魚皮應該係灼熟咗，炸啦嘛，冇炸冇炸冇炸，係灼熟嘅呢個魚皮，炸唔係咁樣嘅，嗱咁啊擺咗我哋佢話擺喺冰上面凍一凍佢，咁啊會好食嘅。好啦，唔該，呢個係魚腸煎斬，開始食個魚腸啦，好大陣嘅胡椒粉味嘅，好味喎。我想不到啲魚腸是爽的，係啊，係咯，爽嘅咩？因為呢條魚係爽嘅咯，呢個啲腸都爽嘅咯，係咯，啲皮仲有咁，魚皮係爽嘅，唔皮啊，有爽嘅，係啊，呢個魚肉係爽嘅，呢個骨腩話佢好脆乜又唔係，但係就可以點外觀啊？咪冇熱氣咯，嗱，同埋我中意佢，唔係好鹹嘅。你睇下啲魚肉係透明噶，點一啲芥辣豉油嚟食就係另一種嘅滋味。又將啲魚皮點下嚟食先，真係好好味啊！辣辣地，好攻鼻啊！啲魚皮好爽啊！如果你都是喜歡吃魚的呢，這一餐我真的很推薦大家來吃啊，118元有6個送，真是超值啊。最近我上美團看，它已經加了價了，現在是138元，但加了20元我覺得都是值得的，下次回來我都會來吃多次。最終我們當然吃不完啦，打包了魚腸煎蛋回家，
但是煲粥呢我們都吃了大半煲，因為真的很好味啊。我今天的介紹就來到這裡了，如果大家喜歡的呢就請給個 like 我和分享出去啊。如果你是未訂閱的呢就請你按訂閱掣和旁邊的小鐘仔，到我有新片的時候你就會收到通知的了。好，我們下條片見，拜拜。